后表现得非常好，在 Top and Run 里面真的是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没有一个缺点，没有一个缺点，两位都有各自的 style， 不过评审的喜好才是真正的。让我们看看评审会怎么在这一场做出判决，又或者会是 OT， 要是 Steven 下去 3, 2, 1 OK， one more round， 已经做出判决了就不必了。不过这一场呢，在我们 OT， 其实我们 OT 也帮你们选好了风格， OT 也选好了风格，让我们揭开这一场 OT 加赛的风格指定会是加赛了，应该累了。评审，